蒸烤酸的话是黑胡椒的啊。嗯嗯嗯，一口吃完了。对，这已经好。 太美味了，香菇酱。
拜拜。鸭肉，这个香菇酱很好吃，配饭啊，配猪都很好吃，下饭的。你这样拌一拌就可以了。就这样子的，这个前段时间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，这个品质还是比较高的。哦，去年12月就开始卖这个香菇酱了，大家可以配单尝一尝。之前我喜欢卷饼，用它卷饼吃。拜拜。这太烫了，我们能不能放凉了再拍个视频？趁热吃才好吃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是沙丁栗薯啊，又香又甜，对吧？嗯。看这烤串的面，像羊一样。
啊，看烤出来两层冒出来的蜜，对吧？这就是你们收到货的话，嗯，可能放一段时间的烤出来的蜜会更多一点啊，没有蜜也很好吃，很甜，放一放它的甜度可能会更高。这是不是真的吃也好吃？可以，都可以。没试过，我们每次都是烤的啊。嗯，我想着真的吃应该也好吃，对不对？对。生吃都可以。我今天生吃了一点，很脆。甜吗？甜。嗯。最甜，最甜。哇、嗯，吃红薯的话又健康，又好吃，价格还不贵，对吧？嗯。个头也不小。别人外面就是卖那种烤好的那种红薯、啊。嗯，有天价的。老贵了。反正我哥讲过，我哥在广东打工，他讲大概有10几块钱一斤，还是30块钱一斤的红薯，烤红薯，我都不相信，对吧？喜欢吃红薯的去拍一单尝一下啊，就是还有点烫。嗯。好吃吧，一手爆汁啊，好刚咬了一下爆汁的外焦里嫩，它这个每一根的话是50克，这种肠好吃啊，对，有口味可选，也可以混搭啊，嗯，买回去做烧烤好吃，自己熬的肠呀也想吃这种肠啊，用空气炸锅炸打出来漂漂亮亮的，对啊，活动不是天天有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嗯，你用油煎啊，你炒菜呀、啊、都可以，对、嗯，